今天检验你们的兵器，看谁造的法器能破老夫金钟罩。这可是我豪掷3000金买来的名剑，加180攻击力，看招！花钱买的剑可伤不了我。我怎么哭了？心中无女人，拔剑自然身。我用单身20年的泪水将它重新淬火，中剑者都会伤心流泪。你虽然伤了我的心，却没能让我判更好吗？我只能给你50分。不及格回家要被骂了，我更伤心。不是看我的吧，水晶神剑！区区水晶伤不了我。什么？竟然透过金钟罩看断了我的胡子？这可不是普通的水晶，是拿东海龙宫秘宝加上千年神木，再用武林秘籍附魔才做出的神剑。不错，挑动90分。小锦，你造了什么武器？我这个，这是个烧菜的锅子啊！这东西我一剑就砍成2半了。什么？我这锅可是用石墨烯制成的，这种材料将二维碳原子堆积在一起，是为了世界之间的材料。这么好的材料，你为何不用来铸剑呢？这是什么？为了我们有了东风科技，全球范围使命必得的导弹，武器再强也是用来维护和平的。手中无剑，心中也无剑，这是剑的最高境界。小兵说的太好了，我们还是放下武器，好好吃菜吧。你将我的榴莲都